樱桃酒，四月香，嫣红嫩子凭栊挑，飞郎偏爱青色，为博阿妹常欢笑。不能再对你笑了，走吧，子丹哥哥。衣服，你大婚之夜去哪儿了？你现在扯我衣服！原来在你的心里，这事还没过去。没关系，将来你会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小七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我什么人？我到底是你什么人？在你心里，我恐怕到现在都还是那个三头六臂的怪物，那个把你丢下独守空房的坏人，那个和你的父亲勾结谋权的豫章王，所以你才会如此的防备我。是啊，你就是那个坏人，你就是那个怪物。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下？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下？你就是那个怪，你就是那个怪。好了，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？什么上阳郡主，在我这儿，你永远都是那个上元灯会上趾高气昂的小姑娘，那个在悬崖峭壁上视死如归的真女子。被角都打湿了，我只是要把它脱下来，好让你好好睡觉。我不要你管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我什么？夫君，不论你接不接受，你都已经是豫章王妃了。